白色轿车跨越双黄线，先是擦撞对向轿车，接着撞上小黄才停下。车祸现场，一黑白两台轿车车头对车头撞在一起，引擎盖几乎撞毁。事发就在高雄三民区金鼎路上，当时白色轿车女驾驶载着闺蜜经过，突然眼睛不舒服，跨越双黄线发生车祸。带你来听警方说明：违规跨越双黄线，违反《道路交通处罚条例》45条第一项第三款，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款。事发后，有民众拍下女驾驶躺在地上，闺蜜站在车旁的样子。两名女子身材姣好，画面抛网也让网友纷纷歪楼。有网友甚至回应：“早知道就停下来帮忙。”至于女驾驶违规部分，警方也会依照道交条例进行开罚。